迷迭岛更新至今有13种神话武器，他们在林天赋、林英子、林雕像的实战测试下实力有强有弱，最强的神话武器毋庸置疑绝对是骑士三剑流的寒光月华剑，哪怕零 buff 挑战试炼之地，骑士一技能二剑流也能打得 boss 毫无防守之力，如果三剑齐上的话， boss 也只能含泪唱征服。最弱的神话武器也毋庸置疑，太乙浮尘风，除了能在迷迭岛后期起飞外，在其他模式中实战效果真的很迷，这件神话装备谁用谁知道。已知神话武器三强战力榜，寒光月华剑排在第一，那谁会排在第二位？第三名又是谁呢？